跑这瓶子我要吐了。敲击音乐，哒哒哒哒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然后这里发现这跑这瓶怎么颜色变了？哦，好恶心啊！我要吐了。我不行，这不行。想想我以前养蜜蜂，真的觉得合算多了。我还帮他摘一朵花放进去。哇，冬虫夏草。嗯。他们一直叫我换话题啊，太饿了，受不了了。耶、yeah, ，你知道真没有？你知道会让我觉得恶心，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。我可是可以看着那种就是超级血腥的或者是什么恶心的话题，还可以吃得下饭的人。夏天，夏天去海边。夏天哦，今天要走运了。挖矿去喽！哦，我没有斧头，不是我没有斧头，斧头等级不够。啊，飞机，我去买种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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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种子。那我继续挖矿。班上有小蟑螂，班上有小蟑螂很正常啊，大家都吃东西，只要有血血就会有蟑螂啊。他们说换话题了，要不然我们来聊那个苍蝇。你知道我们之前那个补习班的时候，就是那个补习班就通常那个空间比较小嘛，就有那种大苍蝇在那个教室里面一直绕，一直绕，一直绕，绕了半小时。后来那个上课老师上课到就断啦，我们暂停上课，把那只苍蝇打死吧，然后大家全部站起来那边打那只苍蝇。集体打苍蝇听起来太好笑了吧。然后就最后就有一个人拿课本直接一挥，啪，把那个苍蝇掉到桌上，然后晕在那边。然后就另一个同学，然后冲过去，好拿再拿另一个课本，直接把那个苍蝇压爆，砰，压上去。压爆我觉得不行，压爆好恶。然后他就把那本书就放在那桌上，也没拿起来，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。谁敢？结果过了一阵子呢，上课老师继续上课，上课就看到旁边女同学尖叫，那个课本旁边全部都是蛆爬出来。哦、嗯，很多那种你把它压爆都是啊，压爆那个就是会长蛆啊，因为他会用尽他生命里面的最后一丝力气把他的后代繁衍出来。我就看到那个桌上满满的很细很细的红那种白色的东西慢慢爬出来，还有我觉得这个好一点，这个比那个什么黄黄的好多了。为什么会聊这种话题啊？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原来苍蝇的身体里面会有蛆哦。会啊，会啊，就蛋啊，就跟你把蟑螂弄爆了。没，那个是它的蛋，它就是要产在大便或是食物上面，啊、没有产到，所以就这样子。哦，嗯、真的疯狂的飞来飞去，其实就是找不到大便。对、啊，就像你有一个孕妇，你把它打死了。什么鬼东西？我觉得这个比喻不行。我觉得这个不优不行。没有，它还是爬不出来。这个比喻不行。一二三四五，哦，要重新升级呢。啊，对，我要去看那个。所以那个壶还是要靠自己升，对不对？我看看我还可不可以再领。我刚是领了两个了，然后我刚就断线，然后超过时间。哦，没了，就只有两个而已，家里面还有一个啦，还有一个。我怎么拿十字稿啊？你怎么又拿到十字稿？你十字稿，哇塞，你是稿子商人呢、欸？你拿什么去升级？我升我的那个啊，一般的那个斧头啊。那斧头变稿子。不是啦，我刚刚一直断线，然后只是回来了，又给我稿子。你要不要看一下家里几个稿子啦？觉得你没有拿到稿子，然后就一直送你。我身上原本就一把稿子啦，他又给我一个稿子。他也很混乱呢、啊。感谢凯兰，小气点。我也混乱的好吗？不要这样啊！你搞得我好乱啊！他们说你拿两个稿子，你就可以当飞天螳螂。我三个稿子啦，
那不聊苍蝇，我们聊其他的虫。那可再让我聊一下吗？我之前在我的公司上班，那时候就是不用打史莱姆啦，有订阅就可以。那时候就是有那个有人在买蛋的时候，就发现我味道怪怪的，要去找，然后就找，然后找到原因了。我发现那盒蛋旁边有白白的东西，然后后来那我同事就说：“奇怪，怎么蛋旁边会有米？”然后我就帮他清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哎、欸，副店，那是区域，不要拿给我看，不要拿给我看。你就是那一盒思路的蛋，有一颗破掉了，然后就是可能在里面结那个产卵了之后去保出来。哎、欸，超像米的哎、欸，好恶哦、喔，超像糯米的。”糯米养太肥了吧？蛋炒饭，老子有多肥才会像你？蛋炒饭，超肥！被杀回啊！不要啊！蛋炒饭太恶了。这世上最这蛋臭掉真的是很恶心啊！蛋臭掉都臭的、欸。真的，那个臭蛋超恶的，蛋臭到真的是超恶。啊！不要再聊，不要，有人要吐了，有人要吐了。那个黑色那个会掉东西吗？黑色那个吗？哎呦，它会死吧？我操，它会死。对啊，它那个光速飞回去打到它自己会回血，回60滴。不见了，死了吗？什么甜瓜？种什么甜瓜？啊，是不是有人会也会要甜瓜？啊，对哦，甜瓜可以种甜瓜，甜瓜可以酿酒啊，甜瓜就真的可以酿酒，甜瓜比较贵。水果酒。对。然后你真的要玩的话，可以种很大一片的甜瓜，看看有没有月球表面可以种出来。嗯。有那个九哥的那个。对啊。可是我们这边场地说实在没有那么大的场地。潘妮喜欢甜瓜，开中了，开中了，开中了，中起来。艾米丽，走开啊，艾米丽！那最好的进运动。怎么开十二了？也太凶残了吧！5件6000块，开十二了。你也是适应力挺好的。你那是平常在吃蟑螂，跟我们讲蟑螂就讲到饿了，是不是？他来跟我们讨论什么比较好吃？蓬蓬丁嘛。我觉得我从小的，没有，我觉得我小时候阴影会那么严重，一定是因为我看那个什么。有一次我去那个昆虫馆，然后看到那超大只那什么马达加斯加蟑螂，哦，超恶的。哦，那很可爱、欸。那个很大只，很那很肥啊，肥肥的很可爱。不行，太大只了，我不行，它已经超出我小时候的适应能力了。大只你都不行，那塞巴斯汀很大只嘞。可以。好、哦，好、哦。可以。你甜瓜要种哪里？如果种在我前面的话，我可以哦，我要送我老婆吃。好啊，好啊，种一大片的。你前面哪一栋、啊？左边那一栋，旁边有那个回收机的。可以啊，左边回收机的。对啊，我家旁边有回收机。这边是已经种下去了啦。哦。我想说种要种的话，种我家左边那边啊。好啊，可以啊。种多一点，我拿去送。红宝石哎，大家辛苦辛苦。哇，商店是关了。六点了。六点好像关了，对，关了。那天花可能你去就家嘞。啊！我教你重开游戏。那年重来，不要啊！我今天在翻小时啊。小时不多钱啊，小时可以拿来吃啊。我挖了很多金矿啊！不要、啊。
你就想起这些小时都会觉得有味道。什么蟑螂的味道？到六点了。对。算了。度过蟑螂话题的小时。不。啊！快不能分了。那你浇水好了，我来浇一下。嗯。所以甜瓜明天种吧，好哦，可以啊。有点累累啊，手上门的。我累累，你累累，来铺累。读累累不如种累累。Everybody 累累。Everybody 累累累累累累累。刚刚那个是有人在偷吃东西，是不是？嗯。听那口，那个超像，超像我刚才吃洋芋片的声音。哎，今天有人去摸鸡吗？没有哎。那个不树头啊。哎，怎么放这里？想说今天好像没有人去摸鸡的样子。哇，这片种的是什么？蓝莓。哦，我怎么没对称？蓝莓。没对称。完了。对啊。加班了。哪里？怎么可能没对称？啊，这里啊。完了。我骑厕所。我家门口啊，我家门口没对称，这一条啊，还是我看到跟你们看到不一样。这一条，哎、欸，我看那条是没有的、欸。啊，我看这条是满的。好好，你看到满就好，因为这条交不到。啊、我们对对对，我这边开始，是啊、这边开始到这边都没有，跟上一次的那个第一天一样。嗯。你的输入法是一个还是两个？基本上系统什么意思？我都是英文啊。等等。第二天，天哪，我钓鱼真的有点卡在死的呢。又打了，掉了。我从春天的中掉到夏天的初，都还在死的。一直掉。杰克，这一刻。Hello。看来今天估计翻不出什么好东西。干嘛？星座运势告诉你不行了？对，星座运势告诉我今天精灵会捣蛋。鸡也跑太快了吧？弄泡面了，热水煮好了，吃起来。有需要碗吗？我自己有碗。
迪西斯。小雨看到这边也是这边都有吗？嗯，我那边看不到。没有，上面这一排没有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结果只有我看不到，奇怪啊。没关系，你看到就好了。反正记录是独影那边。好。那就终于终于隔天一起来，然后就不见了。耶、啊！这个方法真屌。突然安静下来的聊天室，那你还想要继续讨论？跟你讲，那个后来那个保乐饼黄黄的啊，不行，真的太恶了，不行。黄黄的，我觉得不行。咦、欸，到一个季节有什么力啊？还是一颗星啊？我每一周都有送啊。那生日再送他就好了。力啊，生日什么时候啊？不知道，秋天吗？哎呀，是冬季啊！冬天啊，看来你也是跟我一样的苦命人啊！不管，我要去买那个最好、那是最开心的沙拉。好，沙拉220。我已经买了，管又买了，不管。买啊！我后来钱比较多，都会买很多沙拉放身上。居然，我也要。因为沙拉就是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最爱吧。获得新的奖励，有泰迪熊了，干了！熊熊，我拿完泰迪熊就断线了。No， 泰迪熊不见了。我家还有一只了。新增大熊，甜瓜，新增大椒。还是大椒也种吗？还是甜瓜？反正都种了，反正都是都种。都种起来了。嗯，十五个。算了，三十。河流和河。十，好，到这看，过来。嗯，这你也玩了？我有买一个。好。讨论果汁。Building game 要干什么？你做过最恶的事情？好恶哦！我靠！那个很难形容吧？你那个盖出来，大家都以为是个橄榄油之类的。铁蛋。我家有老鼠吗？我家野生的那种老鼠，我以前有养过了。哦，如果说我们这边应该会不少哦，旁边是田。哦，田鼠。对耶，我们这边抓田鼠来吃耶。好恐怖哦，一定超多寄生虫的，超恶的。烤过还好吧？没有，我觉得不行，可怕。那如果你在很饿、很饿，真的都已经没东西吃的情况下，你宁可饿死？那当然可以啊，哦、不会啊，不会宁可饿死，只是你平常没有必要去吃它、啊，不是？没有，好奇问问。好，有人说你在沙漠，你宁愿喝水还是喝尿？但是喝尿、啊、活下来比较重要啊。对啊，喝血只会越喝越渴而已。水比较珍贵啊，水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不是尿就是拿来喝的。血，不是水，哦是血。然后喝水跟喝尿，当然是喝水啊，为什么喝尿？没有没有，你喝血血的话，他是说那个什么话都忘记了，人体排放不了什么吧？你只会越喝越渴。有东西可能无法排，不会止渴啦。对啊。2 3艾利欧特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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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渗透压问题。民间语言。
在哪里啊？今天礼拜二。嗯。礼拜二，莉亚会去喝酒。嗯，没有，艾迪欧特去看病了。把鱼给他。老板，我来买沙拉。老板。时间语言新增时间语言。哎、欸，夏天了吗？人类？哎、欸，不对，夏天时间不太对了，不是这个内容。看一下夏天，它是礼拜二的。哎、欸，人类？沙滩？嗯，去沙滩。四点开始准备回家。啊，怎么没有在？嗯。不是啊，火舞，你打这个我就找不到第二个东西在哪里了哦。齿轮里，不是啊，点开开始功能表就找不到在哪。嗯，我们的桥没修好吗？没有，根本没修啊。没有人修啊。我一直以为修好的。没有啊。嗯，修桥也要钱呢。不用吧，不是不用不用，只要木头的。嗯，哦。不是那个大小啊，我找不到。没有啊，我的这个里面没有时间呐、啊，没有什么你说的齿轮呐、啊。齿轮在哪里？我要进去，你这个啊，不要卡我，你得。就有人要进去，要硬要从那个入口走出来。哎、欸，这是有改的。但是有改是不是啊？都五点了，找不到了。刚好五点。哇，我想说再去拿免费的通告，找不到了。来不及了。你拿几次通告来？拿一朵。嗯。搬到新家有老鼠，太恐怖了。老鼠我觉得我还能接受耶、欸、不是吧，蚂蚁是酸酸的吧。右键设定，然后勒蚂蚁是酸酸的，你吃过吗？哇，真的是。不是啊，因为蚂蚁它的那个啊，身体没有那个啊，蚁酸。对啊对啊，酸不是说蚂蚁吃起来酸酸的吗？我是没有吃过了，我也没吃过，但是我被蚂蚁咬过。通常有蚁酸的那是白蚁耶、欸、不是吧，一般的蚂蚁也有吧。我看我查一下，查查看啊。蚂蚁味道味道不是啊，真的有人在吃蚂蚁的、喔、一定会有。你问食蚁兽啊。这个田好整齐，好想旁边多挖一个。别，我在调东西啦。多挖一个就不跟。都不要拿嘛，都不要拿，都不要拿，都不要拿，两手空空。哦，所以找到你了。时间不对啊。嗯，哒哒哒哒哒。好，我看一下。蚂蚁，蚂蚁。小时候吃蚂蚁有吃到过，吃水果有吃到过蚂蚁。是不是挡蚂蚁的水果，然后自己就不想咬下去，他们才吞下去？蚂蚁我觉得还好。蚂蚁我觉得还好。就是不小心，就是你如果吃什么菜，不然吃到蚂蚁也觉得还好，因为太小只了。我想起我好像咬过蚂蚁，不是辣辣的吗？辣辣的吗？对啊，我记得好像以前有。好像有咬到蚂蚁，好像是辣辣的。没有。哦，聊天室不要剧透哦，搞不好有人十几字里没看到后面哦，那边剧透。不是，他们都没有说蚂蚁吃起来是什么味道，为什么要跟我介绍怎么煮它？对啊，蚂蚁卵吃起来酸酸的，因为会有蚁酸。对啊。我印象中是这样。
刚查是这样。外国有冰淇淋上面放死蚂蚁，外国其实蛮多那种昆虫食品的，不是吗？还有一股荷尔蒙味道，也是啦。对对对对，正常，因为它是靠荷尔蒙生存的昆虫嘛。可是荷尔蒙是什么味道？对，我刚才想这样想。不是人的荷尔蒙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味道。去吉普才看到有炸昆虫，不用啊，台湾也有在卖炸昆虫的、啊，炸蟋蟀什么的。台湾卖的比较少，比较少啊，可是还是有啊。嗯，我就吃货啊。丢真机，我黑黑了，我也黑画面了。哦，我听到那个陨石又掉了吗？我觉得应该是地震啊，有温泉泡了。嗯，发生有地震，有温泉喽，有温泉泡喽，有温泉喽，有点尴尬，我的幸运紫色短裤丢了。哦，好，路易斯站长，然后就直接开广播，请问有人看到一件紫色短内裤吗？欸、你知道他，我去看那个啊，他说如果你捡到他那裤子啊，在秋天的那个特卖会的时候，把它放上去那个九宫格里面的话，他会给你750块。哦哦，真假？好好、哦，因为他怕你曝光他的秘密。帅啊！他就说他给你七，可是在之前你要先跟玛尼搞好关系。所以到底为什么在马尼和他家？不好讲哦、喔。就是嗯，对，不好说。不好说，不然怎么叫绿帽谷？可是他在里面也没有老公，不是吗？有吗？有啊。有吗？你说马尼吗？对啊。有啊。有吗？那个在酒家上班的那个啊。在酒家上班那个。有胡渣，半夜在那个。酒馆在旁边站着喝酒的那个啊，蓝色衣服的、啊，那个、不是啦，不是吗？那个、是他侄子啦。哎、欸，对啊，那个是他侄子啊，那个可以攻略哦。谢恩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那时候英文的我看不懂啊。看看，我一直以为那是他老公哎、欸。不是啦，那是他侄子啊，就是喝酒的那个嘛。那都嘛在喝酒。他是酗酒，说在酒甲那边上班那个，对啊，酒甲上班那个是他子。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对耶，他谢恩是他哦，是他外甥，然后甲是他侄女。虽然没有，她没有老公啊。去控制台，没有。在花舞节的时候嘛，你依旧声称自己是单身。控制台，我可以把那个古代种子砍掉一个吗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那个很贵。因为它有一个长歪了。不是，那它就是这样子。啊，它就是长那样。它是这样子。你看它是不是有个长歪了？它就是这样子。它就是长这样，你不要动它。你再种回去，它也是歪的。对，你再种回去，它还是歪的。不行不行不行，那个真的超贵的，你会后悔。你真的會後悔，你会后悔，你会后悔。真的会后悔。可恶，好想挖个顶瓜种子哦，跟杨桃。语言，找不到，烦哦。得到语言，不是说他，结果跟你讲他的价钱，你就不会那么痛苦了。他一个普通的螺丝可以卖550块，你酿成酒就1000多块喽。哎、欸，他记我把那个种子放在绿色箱子里。好、哦，语言。我觉得牧场物语比较好啊，它温泉是在矿洞附近，可是这个温泉好远。啊，当然啦、啊。对啊。你就不用去温泉啦、啊，都已经发现床可以睡觉了。对啊，也是，还是比较快啦，比较快啊，温泉真的比较快。
你跑过去，跑回来。哦，新增语言找到了。这个地形是特殊地形啊。炸的狼蛛，这个我也知道。蜘蛛我也没吃过，蜘蛛估计吃起来也是黏糊糊的吧？昆虫吃起来都黏糊糊的。不要蜘蛛了，恶心死了。不是昆虫会黏糊糊，我可以理解啊，因为它的内脏跟那个全部都是混在一起的。黏糊糊，黏糊糊的、啊，不然呢？你要用什么形容词形容它？佩莉呀，好巧哦！你是不是刚刚经过这里？你是不是喜欢沙拉？我也是哎、欸，好巧哦。他说他今天早上不小心踩到一只虫哎，我也是哎、欸，好巧哦，好有缘分哦。哦，是啊，你知道莉亚喜欢蟑螂吗？